而家咧就喺 Sony 嘅发布会现场啦，万众期待嘅 A7 Mark III 咧已经喺我手上面啦，佢咧就用紧2420万像素嘅 CMOS 嘅，今次用到嘅 CMOS 咧可以令到用家用到最高嘅感光度系204800。 即係簡單嚟講咧，喺好暗好暗嘅情況之下咧，都夠光影相㗎啦。拍片方面咧，佢就加入咗 4K 嘅攝錄功能啦。喺相機配合嘅情況之下咧，佢有兩張卡嘅位置可以俾大家去做 record 啦。續航力方面咧，佢就可以影到710張相片嘅。咁即係影相拍片長時間都夠用㗎啦。至於價錢方面咧，正機身佢18000有找啦。